下面呢，我们来讲第五式，叫摇头摆尾去心火，请大家看我做一遍。好，好，这一式呢，主要是通过咱们的这个上身肢体的旋转，通过上身肢体旋转，啊，使咱们的心火下降。这一式呢，稍微有一些难度，所以对于咱们的这些老年朋友呢，一定注意。你可以采取高架子，高一点，啊，那么年轻朋友呢，如果腿部力量足够好，咱们可以。矮一些啊，好，我从开始说，重心移到移到左边，开步，这个步子要求三脚的距离，好，上托到胸口，逐渐转掌，上撑掌，向两侧分。到肩高，屈腿，好，手落的位置呢是在咱们腿中间，啊，手指的前边，轻放在上面，千万不要做成掐住，有一种支撑，啊，这个是不要的，上身是放松的，啊，好，起身，这个高度不要太高，侧倾。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不要做成侧弓步。好，起身，侧倾，注意看我的膝盖。好，俯身，用你的胸口去找膝盖。好，重心左移，注意高度不要变化。好。注意看我的眼睛啊，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我在俯身的过程当中呢，逐渐看我的脚外侧。好，重心左移的时候，从我的脚外侧转到脚内侧，好，一直看着，实际上是用咱们的后脑啊带着走。好，后脑带着走，啊。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，腿不要伸直，还是一个马步平移啊。好，头放松，好，头在向后的过程当中呢，尾向前，注意啊，这时候要收腹啊，不要做成后仰，要收腹。转正，下沉，啊，所以这块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挺多，啊，一个是膝盖不要伸直，好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反弓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塌腰反弓，好，回正，下沉，好，相反一侧的，起身。侧倾，注意膝盖，好，俯身，好，注意高度不变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转尾，反弓，回正，啊，
好，下面我完整的做一遍第五式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包装开始，开步，上托，分手，屈腿，好，轻轻的放在腿上，起身，侧倾。俯身，好，摇头，转头，转尾，下沉，起身，侧倾，俯身，好，马步平移，转头，转尾。好，回来。好，这一式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，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不要着急。另外一个，在转头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放松的，放松的回正。好。